我们强烈谴责针对外交机构和人员的恐怖袭击，向遇难的俄罗斯驻阿富汗使馆工作人员和阿富汗平民表示沉痛哀悼，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。我们希望阿富汗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外国在阿外交机构和人员的安全。国际社会也应共同为维护阿富汗的和平、稳定、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。